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。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你想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。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。想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。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谢谢一路上有你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果木浪子。今天我们来学习的歌是筷子兄弟的《父亲》，这也是一直到现在都很受很多朋友欢迎的一首歌。歌词呢也非常的有意义。这首歌在编配的时候呢，我是用 C 调来编配的，然后也把这个前奏加入进去了。那大家在学习之前呢，先打开书籍，找到这一首歌的吉他谱。男同学演唱的时候呢，可以将变调夹夹在第四频，那女同学可以不需要夹变调夹，直接用 C 调来演唱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前奏部分。前奏部分第一个和弦是 AM， 第二个是个 G 和弦，那第三个是在 F 大七和弦上做的，第四个是 C 和弦，基本在这几个和弦。其实它的这个加花呢，也是在按照这些和弦的基础上来做的。现在我慢速的把这个前奏我们来示范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先是三弦二品空弦，这个地方是 G 和弦，但是大家看一弦没有弹，而二弦的三品需要按，所以我们将我们左手的小指不要放到一弦了，放到二弦三品，那就变成了。而且弹完三品之后要松开小指，再弹二弦空弦，然后接下来 F 大七弹两个音四三弦，再到 C 和弦弹两个音，然后三弦和五弦的二品同时弹，再接着这个地方这个 G 我们需要这么按，
因为他又需要弹二弦的三品，又要去弹这个一弦，所以说呢，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去跳着弹，只能是这么按，那就是左手中指去放到六弦三品，左手食指放到五弦的二品，左手无名指放到二弦三品，左手小指放到一弦三品。我们看一下，接着回到 C。回到 C 之后，大家看 C 两拍，接着五弦二品，接着 AM， 到最后一拍是个 G。 我们再把前奏完整的慢速示范一下。OK， 接着我们会进入演唱的部分。那演唱呢，就是 C I F G C 这样的。那个这个 F 和弦可以用这个封闭的，也可以用这个简化的，都可以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示范一下演唱的部分。总是向你索取，却不曾说谢谢你，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。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，这地方有个加花五三，微笑着说回去吧，转身泪湿眼底，又一个加花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。这个接你温暖手掌这个地方，大家看四部分，第一部分是这个 F 大七四三，换成 G 六三，换成 C 五三，然后再把五弦二品按住五三，也就是再来看一下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康是一个爬音，主歌就结束了。接下来会进入副歌部分，副歌部分是扫弦，大家看它的扫弦节奏是下下下下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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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没有难度，但是如果你这么扫的话就不是太好听，也没大有层次。那么前两个下下大家尽量扫它的这一个根音弦的部分，比如要是 AM 和弦你就弹五四三左右， G 和弦你就弹六四六五四左右，EM 和弦弹六五四， AM 和弦 M 和弦弹五四三，DM 七和弦你可以弹四三二，这样 C 和弦也是弹五四三，也就是它的根音部分，你可以听一下区别。会更有节奏感，如果就不好听了。好，把扫弦弹熟了之后，我们会加入演唱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，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，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。到了这一个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，这个 C 和弦大家看它的扫弦有点变化，是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，
再来一遍，下下下下上下上下上下下上。好，到那个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是下下下下上爬音，然后一个G，再来一个爬音，收下吧。因为又会进入那个呜呜呜，进入这个呜的部分。呜的部分其实相当于就好像是来了一遍主歌是一样的。呜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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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呜，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，这地方跟前面一样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又一个爬音，然后爬音过后又会进入副歌。时光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老了，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，谢谢你做的一切，双手撑起我们的家，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。我是你的骄傲吗？还在为我而担心吗？你牵挂的孩子啊，长大了。到后边再有一句就会进入结束的部分，就是感谢一路上有你。它原版就是这么停的，到的地方就突然就停了，然后接着进入。类似于前奏，一个爬音，这样就结束了。这首歌在弹奏中呢，我们主要要着重去练习前奏，再就是这一个扫弦，其他部分这样主歌部分的这个分解也没有什么难度，相信大家也能比较容易掌握。那如果看上曲谱再结合这个视频讲解还有什么疑问，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我的公众号，和我们有更多的交流。好，让我们下一首歌再见。